近日 X9 少年团成员谷嘉诚与演员陈小云等人酒吧聚会，结束后陈小云带着喝醉的谷嘉诚来到酒店开房，付完账后陈小云扶起谷嘉诚，之后又换成谷嘉诚扶着他，两人一起进入酒店过夜，疑似曝光恋情。13日微博用户八八子发长文并放出自己和谷嘉诚聊天记录截图，文中提到去年10月谷嘉诚还去问女方朋友女生过得怎么样，对他还有没有感觉，而谷嘉诚那时候已经谈了恋爱，并说对方多次欺骗自己。截图中谷嘉诚说自己去李现家吃饭，结果李现表示自己根本不认识谷嘉诚。在曝光的截图中，谷嘉诚还内涵了肖战的暖男人设，该网友表示自己这几个月的时间里患上了重度抑郁、中度焦虑，表示自己从未蹭谷嘉诚的热度，还晒出了和李现的聊天记录，指责谷嘉诚说谎成性，是装逼侠。余文速递整理报道。喜欢就订阅呗。